把这个模型给打开。所以说，新人很多时候，比如说有没有给你们表演过画一个手柄，5分钟内绝对能搞定。比如说现在，那水平的哈，然后就这样，哎，这样子啊，这个是题外话，反正就半个小时给你们拆一集嘛，我想来，给你们表演一下吧，这个是非常快的啊。然后这个东西这样子，然后呢，比如说手柄对吧，我们可能就这样子扭一扭对吧，然后呢这个地方往里面收一收啊，收一下，往里面收对吧，然后呢，下面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它偏移一下啊，这个真的是题外话。反正想我上课比较随意啊，大家不要太介意啊，还是说你们喜欢这样子比较随意一点的啊？但是我不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啊。然后这样子，对，可能大概一个手柄就出来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剪一下，切一下，再补个眉，手柄就画好了。有时候很多手柄像刀什么手柄，你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很快的画完啊。先跟你说，投机取巧。当然，如果是认真，你们想画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手柄，不要这么画啊哈。好，那一个不说那么多废话，哎呦，真的是我被我自己气死了。然后这时候还有一些刻度什么的，对吧？先不用管它，刻度也是一样，就是说，把上面外面这个面给炸开，炸开以后，然后把那个线什么给画上去，然后投影就然后投影上去就可以了，剪一下，投影这个投影工具啊，这个如果你们需要，下面留言给我吧，下次再找一个可以画很多这种刻度的东西。给你们换上去，但通常我是 PS 做了，我不会在这个 3D 里面做，但是都行了其实。然后这时候继续，我们这时候画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OK handle，这里是哦，应该是外面有块剑吧，我觉得是，哦，所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我们继续这样子，然后 OK，应该是圆形吧，我估计。我去看一下，smash handle，哦，不是不是椭圆形，OK，外围还有一块对吧？上面还有这个有一个凹槽，那肯定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里是一个硅胶，然后这里刀片对吧？行，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就大概画一下吧，还是一样，还是这么说啊。然后这时候我们这样子先把这个角给导对，对吧？我们要的一条，这时候你们其实知道我要的是一条路径。我并不要其他东西，是吧？然后这时候这样子，嗯哼，这样子，对，然后大概这个地方吧，稍微贴紧一点，没有关系。然后这时候，我刚刚是画的是外围嘛，对吧？没有关系，反正就这样画。它好像是一个方形的，那我就这么画吧。这里啊，对，这个位置对。可能是差不多这么大吧，啊，一样，反正尺寸暂时我们不要管它啊。OK，0.2，有点小，0.5，但是尺寸感就是说整个外观的形体感不要变形，真的真的不要变形啊。就是说虽然不管尺寸，但是画出来你起码看到我现在画跟它这个外形上面是还是很接近的整个体型，可能是说现在这个弧。它看起来有点胖，但是我们把最后那个加上去，它可能就不会那么胖了，对吧？就是说这个形体感你们要很准，这个才是最重要。就是说以你一个，就是说如果读工业设计或者读产品设计嘛，因为我是那个，我自己是那个工业设计，我本科是工业设计，我研究生是那个产品设计，所以说两个有点有也不能说有点，很多地方都不一样，概念上面都不一样啊，不扯那么多。所以说你们的一个形体感要非常。非常着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时候你们画出来，有什么问题？你觉得？对，这时候我就知道我这个圆角导的不够大，因为我看到这个，你看都接近整个大圆了，对吧？但我不确定是它是上下圆是不是一样大，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是我们先把它就是说想象成它现在的那个圆形，对吧？大小是一样的，一样大的吧？四个边都一样大的，对吧？我们暂时这样子啊，一，那你看导不了，为什么？对。因为另外一个，就另外上面这边太大，导它下面没法导。你看，这时候才像嘛，对吧？然后这时候这样子 OK 了，对吧？这样子，然后再单轨路径，对吧？你看，就是说我已经挪到上面，所以说它一转，对，就在内侧了，对吧？导到内侧那一看，哎，这个稍微像一点，但是我觉得是不太像，因为这个地方它的光感好像。不太那一个呀，不太怪，主要没有，哦，这里看起来好像很平，
哎，照片里都是骗人的，好不开心呢、啊，看不出来。然后没事，继续，我们把这个面给补了。对，下面那个也是 OK。你看，其实我们就有一个手柄了，这样子。那这时候那个地方我们该怎么画？对，我们把它剪开就可以了，就很简单的。当然，我们可能是需要去怎么样呢？对，选上最边的这个地方，然后找一下，参考点，对吧？智慧轨迹嘛。然后这时候再拉回来，对，这个操作，左键确定，OK。你看，这时候就 OK 了。那这时候有没有凸进去了？然后这里看，这时候你们要自己看的细一点了。好，这时候有点突出，对，我们就往里面挪一点，往里面挪啊，不要保证它这样子，OK，那这样子就 OK 了，稍微差一点点没有关系。然后这时候我们复制一个出来，然后把这个剪掉，对，这些多余部分不要它，不要扔掉。然后你看这时候就 OK 了，是吧？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肯定是一个。好，然后我们画一下这个地方吧，好吧，我们有外面这条线嘛，是吧？那有这条线，我们复制一条出来，然后再这样子，对，原比例缩小一下，缩小一点吧，然后我们再往这里拉一拉，然后 Ctrl V，对，把那条给复制回去先，然后好像有点太那个了，缩有点多，对，我们这样差不多这样子吧，好吧。当然，通常有数值的话，这个就其实这个就不会很麻烦。那我们往内一点吧。然后这时候其实最好在这个差不多啊，Central 关掉，开 Near，因为这时候我不知道它往里面走多少，看回去看一下哦，挺里面的，好吧？那还是要走一个比较规整一点的数。其实也可以是说啊，这样子吧，差不多啊。然后这时候我们可能是这样子，这里外一点点这个地方，对吧？然后可能就这样，对。然后其实上下要对准了，我觉得是 OK，差不多吧，应该是这里吧，好，没有关系，OK，Enter，应该可以吧，好，那一个直接把它剪掉，多余的部分。这样子我们把这个连接一下。连接一下以后，你们就能看到我们在拉伸。如果我做一遍，你们再跟着做一遍，其实我一直想知道时间多久。一样，Ctrl C、Ctrl V，对，两个复制好出来以后，剪掉，对吧？然后这时候再选那，你看这个只剩下一半了，对吧？我们选外面那个，对，再这样子，你看是不是很有零件的感觉？这样子，这时候，然后这时候其实换个颜色，你们就有那个感觉了，对吧？对，就这样子啊，当然，回去一下，然后这时候这两个可以怎么样？通常我不会这么快并集，就是说这些零件的组合，对吧？其实正常的话，这个地方我们暂时就不管它了。其实正常应该是这样子，这个部分，还有就比如说0.1，对吧？一二三四，其实你们懂，就抽个，你们有拆过，其实应该是知道它应该是这样子，对，一个片，然后我们看一下一个透明模式，你看。就是说，它应该是一个片状的这样子卡上去，然后里面这个地方不会这么切了一块。但是现在，我觉得画外观，不用画的这么细了。如果你这么想画也可以，只是说画的比较痛苦而已。反正画是没有问题了，这个。然后这里其实应该是有个我不确定有没有圆角，现在应该是没有了，顶多是一个非常小的圆角，方便它开模用的。好，先不管那么多。然后这时候就这种并集的，还有导圆角，我一定是最后才做的。我通常是把这些零件都给画好，局部画好，画好以后这么子放好一个，然后就过交接，还有就过并集，还有导角一起做。我通常是这么做。这样子的话，我本来这个键还在，我只要改这边，然后再重新复制一个，重新再导角什么的就 OK 了。就是说这样子保证我改图的一个时间，这样子。好，那个。不说那么多，继续。然后这个有点凸出来的，对吧？因为上面的这个是圆形，这个肯定不会是一个方形的。放心，你不会看到一个搅拌壶是一个方形，为什么？因为它里面那个漩涡，它算里面那个漩涡那个力学是怎么样的，而且要试那个，即使再强的工程师，他都不一定能算出来。即使真能算，对吧？他们肯定也是说，就是说保险一点，就是说，试一下整个效果。所以说这个一定是旋转的，就是说。
一家产品公司，就是说卖产品公司，它一定不会为了这个而增加自己一个工作量，这个你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这样子，我只是跟你们说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是做产品，所以很懂里面的坑有多深啊。这样，当然不是说做产品不好了，只是说吐槽一下，吐槽一下啊。OK，然后我们继续下来，int 对吧？然后我们可能这个记得二，通常是二左右，然后这个我们等会放硅胶。然后这时候再这样子，大概卡一卡吧，这个地方，然后再这样子，int，然后就好像放的有点高，没有关系，反正就这个东西，你们到时候自己再去那个，我们可能就这样子吧，好吧，然后我们再这样，再曲线工具，对吧？你看，其实我用来用去的工具都是那么几个，我不会用很多很复杂的工具，就是说尽量能用简单的一个功能给它画出来，就用简单的功能画，不会用很复杂的功能去画。画出来这样子，然后我看到这个有点抛什么的，我明显我这个明显抛得很过火了啊。OK，然后这样子把它分开一下，这个就炸开一下，这个就不要了。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应该往上稍微挪一下啊，因为这个太夸张了，我觉得，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就是上面这个硅胶。硅胶的话，你们可以就是说稍微细一点啊，比如说我在这里再画一下，再这样子什么的，可以了，没问题了。但通常我就这样子可以了，因为还是那句，就是说你我现在点多了，就是说你看起来很规整，其实这些数字一点都不规整的哈。不要像我现在这么画，所有东西最好是有一个尺寸，但是不要过度追求尺寸。你们建模的时候最多一直在找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平衡点。到底一个中间的一个平衡态，你要怎么去做，这是非常重要。然后这时候画了这个硅胶，对吧？然后它是可以卡，然后我们就这时候下来，这个会卡模，但这个地方要怎么画，我不是很清楚。说实话，应该是这里，应该其实如果最后出可应该是这里，然后这样，这样，然后这最后会这样子。但这个地方应该是刚刚好，因为我看不到产品，没试过不知道。但我觉得大家不会很介意啦，这个。OK，然后这样子，来把这个取消选择，对，然后这时候下来，OK，好的，很多检查一下，你看这时候就出问题了，你看到很多线那个都没有就对准这样子，有时候然后先把它选上这边对准一边，然后一边统一挪过来，Enter，对，你看这就 OK 了，然后呢这时候就是这样子拉下来，对。所以尽量很多东西要依赖那个，就是说三视图去操纵。你看，今天画其实我比较少用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透视图啊，就 perspective 这个 view。然后这时候往挪开一点，对吧？大概没有碰到，好，然后就这一个，我们就可能就对，也是，哎呀，那个去哪了？我刚刚，然后去哪了？哎，在这，好，然后就这样子。怎么会挪位了？我刚刚碰到什么了？没注意到。好的，继续不管了。然后不要 meet int，对，int 为什么？很多时候就焦点都在这嘛。哎，好吧，奇怪了，多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记得这个应该是在这的。哦哟，到底多了什么东西？你看，哦，好像多了个炸开。这里，哎，不管了，我等会再设定吧。好，那个就继续，这两个我们可以同时一起设定旋转，设定好旋转以后，好像不行，没事，单个吧，再来一下，中间对，其实也可以单个路径模做法也是没有问题的，对，OK，那我们这时候把这个罐子给隐藏一下，对，你看旋转完了，就这样子一个键，是不是很有细节的感觉？可能你们一开始建模，我觉得应该会有那种感动。你看，这时候这个中间这个也 OK 了，对吧？那这时候呢，还有什么要画的？对，上面的那盖子，我刚刚说过，这里是个分件，然后旋紧的，当做手柄，也可以当做个量杯，应该是这么去设计的。如果正常，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你们喜欢可以去查，但是这它的东西，小贵小贵啊，真的有点小贵。你看你有没有爱吧？这个东西，他买的就是一种，他你说他买。我觉得他是买一种欣赏品味了啊，disable，好，我要拉一个大概我要尺寸这样子，好，这里看这里，好，两个差不多，好，继续，然后这时候 Ctrl C Ctrl V，还有个小的，为什么？对，里面那个量杯嘛，
然后就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他买的就是一种欣赏品味，他不是买一种那个，他不是买的一个实用性，买实用性的东西根本不用这个价格。好，两个你看一上一下，对了吧？然后这个地方五，通常是五，因为外面的话如果手拿，他会给厚一点。那这时候啊，往上吧，往上吧，往上吧，这个应该影响不是很大。然后这样子，这个放里面一点，往里面再这样子挪一下，哎，深度大一点吧，我觉得。OK，你看上面这样子就差不多，看起来还是比较像了，对吧？因为这个我现在就看这个图不是很像，我是直接看直接给你们一个的。好，然后我们继续，然后这个 Control C，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啊继续。这时候你们做一个布偶胶卷的时候就。这些地方就很着急啊，比如说这里啊这样子啊什么的啊哈，记得所以说保持好一个这样子概念，你可以先这样子把这款并集，因为你线稿在嘛，你再拉一遍，也可以没有问题的，Ctrl C 对吧？然后我就把这个给剪掉，再 Ctrl V 对吧？你看这就 OK 了，然后这时候我们隐藏回去，对，这里就我们再把这个地方给那一个，反正就是说你到时候你 presentation 的时候不影响你表达，我觉得这个。或者你把它，这样子，对你其实渲染图渲一个样子，给别人看一个想要样子，但国外其实不太流行这种模式啊，都是要做一个实体的，所以说你如果你做这种电子产品，肯定会嗝屁的啊。然后这时候啊凸出来了，对，就找一个问题凸出来，那我们就把这个挪里面一点呗，对吧？因为凸出来了，那凸出来就 F10，刚好看到，那就改了呗。所以有时候看其实。考虑不了那么多细节，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选上这个，然后一样呗，旋转，对吧？旋转，然后呢，点一下，然后锤子，yes，不用管它，啊，你看，这时候我们回去看一下，啊，可以了，这个就在了，就这么简单。其实看很多，其实这么看，我觉得已经该有的细节都有了，就是说一种什么叫精细，就是说你。画的不是第一个，你画的东西要多，而不是你一个东西画的要细，对吧？画的要多，比如说我刻度，对吧？这种东西刻度有，当然你如果真的要算这个东西，你画上去没有意义，为什么？你倒水进去，它的刻度是不是到底真的那么多了，对不对？好，那一个再下来我们一个刀片，但刀片的话，那个开锋的位置，说实话我也不太肯定怎么画，这真的不骗你们，我也有很多东西不会画啊，这个很老实说的啊，我也不是什么大神的，好。那个可能就大概这样子吧，好吧，然后就这样，我可能就这样子吧，好吧，好吧，OK，哎，不好意思，又这样子，然后可能就大概这样子吧，因为它这个有点斜的，那我就大概这样子画一个，然后再镜像一下吧，镜像一下，然后再用这个面来拉伸，这样子画吧，会比较简单，对吧？这个已经有了，对吧？好，那这时候它还有一个中间一个小的一个固定用的一个小螺旋，对吧？那固定用的我们反正是这边吧，反正这边稍微拉一下，对吧？反正在另外在那个右侧这边再进行操作也没有问题，我是用习惯了，无所谓啊，哎，点习惯了为止。哎呀，这工具里好恶心的这样。到底我刚刚怎么放进来的？哎，知道的同学麻烦给我留言一下，我什么时候放进去了？哎呀，真的是，我怎么这么傻了？好，那一个一样多了一个出来，先那一个，对，然后呢，我们不用原比例缩放了，我们只要这个就可以了。但其实我现在用好了，影响不是很大。哎呀，好纠结嘞，我也是有点强迫症。OK，嗯，奇怪了，哦，好的。呀，这边才行，OK，对，然后这样子就好了，另外一边吧。好，然后呢，我们就把一个这个圆缩放给搞定，对的。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我觉得，对。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哎，怎么还是这样子？OK。还原一下吧，哦，还是不行是吧？好吧，那还是要在顶饰这边对吧？好吧，顶饰顶饰吧，然后在这里这样子，好，拉回来，然后这里还有个足对吧？
那这时候你们看你们要不要画细一点？但其实没有人会看这个，因为工程师也不会看，因为工程师他知道怎么去做，他也知道怎么去画这样子。然后这时候点一个是这个终点，然后 central 对吧？central 以后我们拉伸一下，拉伸一下，哎，大概这个厚度对吧？这个厚度，但通常应该刀片会有点那一个了，我觉得会有点那个，就是它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冲船然后再压的。那我们这时候用一个面刀角吧，好吧？嗯，2.2吧，大一点吧，好吧。哎，你看，OK。然后这时候再，这时候搞定了，对吧？然后这个面，哎，好的，连接在一起呗。连接完以后了，对吧？哎，真的不知道怎么弄做。September。哎呀，算了算了，真的，哎呀，好心塞哟，这一直看着我好不舒服。好，那一个我们继续，这样子，外侧点一下左键，我想往上啊，往上，OK，然后这时候就完成了，对吧？诶，怎么还给我自动倒角了？不要，OK，删掉，好，没事，继续，然后这时候呢，它刀片是一个呈一个左右一个菱形，对吧？那我们可以这样子画，一个正方形，对吧？然后呢，偏移。啊，OK，sorry，啊，没事，继续，点一下对角，然后垂直，不好意思，哦，F10，打开一下左右的选项，对吧？选上以后，然后偏移一下，偏移出那个刀锋了，它是有点尖锐的嘛，对吧？有点尖锐的，那我们就 OK 取消，取消完以后，好像有点太大了，这个，对吧？太大那就我们这样子，然后往里面，往里面挪一挪啊，方便它一个不等会的一个交集剪辑这样子，然后下来，OK，好像这个刀片不是很宽的，不是也不会，只要能覆盖中间这个就好了，对对对，哎呀，这个 central，OK，我从反方向吧，反方向的话，OK，差不多这样子，好。然后这样子倒一个小角吧，0.8有点太大了，肯定0.2吧哈，0.2差不多，这个就是差不多我要的一个，然后再把它炸开，这两个不要，取消选择，然后再把这个线 delete 以后，对镜像过去，我们只要把它镜像过去就好了，镜像以后对吧？我们肯定也是要倒点角，但其实正常是一个把一个片给弯起来这么画了，这是肯定的。然后0.2，哦，差不多，就其实它正常不会这么画，但是你表达一个刀片，我觉得没有影响。反正工程师最后会知道去哪一个折弯，而且这个东西不是设计师犯错，如果你设计师还要画到这样子的话，还要想好怎么开模，我觉得我觉得真就大概能开就好，但是你要 exactly 里面的所有细节的话。建模设计师正常都要8年的经验了，我觉得，而且也，怎么讲？如果在国外的朋友待过的话，都知道吹毛求疵的这种，就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典型就是，怎么讲呢？真的是不懂设计啊，就是说，而且他也不认，也不会产，也不懂产品了，就不能说他不懂设计，根本就不懂产品这种人啊。好，然后这样子下来啊，这有点说有点过了啊。好，没，好，当做没听见吧，继续。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多余的部，对，把这个部分给，哎，好，这个不要，然后再把它挪到中间。当然你们自己画的时候要对准了，不要像我这样这么直挪。但其实影响不会很大，但是如果是给别人看的时候，自己要抓紧。你看这时候东西都在了哈，整个透明，你看，这样子就画完了。今天的这一个 render 对吧？可能是有点辛苦，而且我教的的确不太好啊，但是也没看到你们留言啊，但没有怪你们了，好或怎么样，反正一个人看我照样会做啊。所以呢就这样子，今天画这个东西的话大概就这样，有什么问题或不懂的下面留言给我，或者你们想看到怎么样一个画图模式的跟我说一下，然后。这个字你们自己就反正就自己加上去吧，反正上节也教过怎么画，我就不会再讲第二遍了，我就不会重复再讲，因为一个东西可以教的东西很多啊，所以就那个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好，谢谢大家。